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因为假如有空气在肉排里的话，在煎的时候可能会散开。差不多180度，可以用筷子插进去看看，如果筷子有冒泡，就代表它油温到了。也可以用一点面包粉丢进去，如果它浮起来，那也代表它可以把东西丢进去。今天中午12点，晚间6点，公视 HD 频道，加油，小厨师。